Camman 三號送嘅潘銀梭的咪咪呢個咧，佢由十月啊已經開始送俾我，佢話叫我話送住俾你先，等你生日嘅時候先好拆啊！其實你擔心咁樣轉下轉下會唔會變爛咗咧？咁我上次玩具，佢仲大大個 line friend 喺度，喺個時候估唔估到 Camman 一二三號送俾我嘅禮物？仲有孖子送俾我个礼物系啲乜嘢？系咯，可以 keep 咩收我嘅嘢啦！呢个摆咗成个几两个月，终于开得啦！会唔会送啊？呢个 Line Friends 嘅嗰啲咩斗兽棋啊、苹果棋啊、霍格华兹版嘅 Line Friends Lego？ 呢个咩嘢？我唔知。仲有 Line Friends 版嘅龙虎炮。龙虎炮。我见到好似好多盒嘢咁。呢个系坐飞机嚟。Made in Japan， 很厉害。黄色的 Minion Banana 无线插电器，他很适合我成日认字，我成日认字 Minion 那些东西会在这里 Hello 好心啊，我 iPhone 会没电啊，蛋白你接着我试过 Apple Watch 就插到的，但不知道 OPPO 13 Pro Max 就插不到，它没反应，不知道是核电太厉害推不动还是什么，一支支又插到喎，佢真系决定唔俾我用啫喎，搞错啊！点解我部手机插唔到电噶？我部 Pro Max 呢个嘢几咩话都唔平噶，点解？啊 ，Bello， 点解啊？手声点解唔插电啊？哎呀，佢咪一号嘅14 Pro Max 都插唔到电，啊，咁可恨！哎呀，变咗二号你用啦，而家变咗二号话正。唔係我真係大有收禮物收，緊要啦，仲有一盒啊，美機喎 ，Bilulu， 哇！呢啲咩話呢個日本學生啊，師奶都好中意喎，又有咩 RF 啊、提拉啊，即係雖然我唔係呢個 Beauty 嘅啊，我就唔係好熟，但係嗰啲 RF 我都有聽過下啦，嗯，提拉啊，更加唔使講啦，喺個下巴鬆弛啊，一定要提拉啊！哇，好似好假細啊，但我唔識用添，係仲有金箔 gel 添啊，平時食嗰啲多啊，而家敷 mask 嘅敷啲 gel 都有金啊，劇名話仲加錢要呢個咩嚟㗎？Creamy， 哇！哇！好想呢、這個，好想快啲試下佢啲。哎呀，嗰時 Kevin 問我個奇怪問題話：你想早啲收又得，早啲用啊，早開早享受啊，定係到你生日先開？原來就係呢一個，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係咩嚟噶？眼罩。佢係俾你用三色光嘅時候可以保護隻眼。哈哈。誒，馬路識噶。免費成幾千銀做嘅一個 facial 就係佢呢部機可以做到嘅。日本嘢最紧要嘅系咩啊 ？USB 分开插，点解好简单？揿下 on off。诶，好啊，写住啊 ，L F nurse 点解有个护士同我做啊？红光就抗衰老防皱，绿光就消炎，蓝光就增正，仲可以开晒 disco 版本，三色乜都有。咁我敷紧啊 ，Cameron 送俾我嘅面膜嘅时候，我就可以同时间去，见我觉得好擦眼嘅时候，我就可以。潛水呢個 intro 嘅時候啊，特登唔做手機，因為覺得自己個樣好殘，好樣衰，唉，攞唔上鏡。原來喺我頭頂呢嚿嘢就可以令到我變靚仔嘅美肌神器。變嚕嚕好貴噶，變嚕嚕得隻 camera 手喎，變嚕嚕。會變得靚仔俾你睇，報答你送俾我嘅禮物。camera 送俾我嘅禮物都係自費嘅。我唔搞俾你。我唔識做，你都做咗搞咩啊？唔識做咪做幾年喎？我喺屋企識個年幾咯，係咪啊？哎，我冲俾你咧，用 PS 翻嚟冲，冲五杯俾你。跟住 Cameron 二号咧就送咗对 Air Jordan 俾我，最新嘅 Air Jordan。Cameron 二号知道我中意打篮球，所以就送咗对篮球鞋俾我啦。今次冇嘢啊，冇特别啊，系嘛？咪打开有两个攞下嘅女系嘛？咁咪多你啊，啲屙屎啊！好啊，你攞去 Air Jordan 爆下屙屎。你着件咸猪喎。咩啊！我烦你做咩仲激我啲咸书啊？喂，有冇奶我条女啊？走啊！佢仲喺度索紧我奶紧我。我奶我条女啊！哥哥啲女唔系俾分噶、啊。最正嘅就系着起嚟咧，好通爽到咧，着住咩颜色嘅袜都可以见得到。這個、呢个咧就等我迟啲拍呢个篮球片嘅时候，再睇下拍开箱或者试用下。呢啲鞋真系超轻，唔系讲笑。
我暫時買咗咁多對波鞋嚟講，呢對應該係最 hit。最後一份啊，阿巴子送俾我嘅生日禮物啊！叮叮叮叮叮叮叮，係我一直都好想要嘅直播混音器。Yamaha AG03， 每次大家見我直播的時候咧，成日咧玩恐怖機嗌我拆天嘅時候，一定會爆麥啊，有拆麥有炸麥啊，而有咗佢咧，我就可以唔驚爆麥，都可能會爆嘅，會爆少少咯，但起碼音質會即刻靚咗，有單嘅自費嘅 ，OK， 多謝孖子，孖子費，唔係孖子唔費，孖子好勁抽，玩下音樂啊，錄音啊，啲錄音唱歌直播都可以通殺，都用得曬。應該是這個就可以推高一點我的聲音，大家平時在直播的時候說我人聲不夠大，然後我就可以推高一點，太大太大，推回低一點。哦，你說Game聲太小，我又可以扭回大一點Game聲，你需要音樂大聲一點，你可以扭回大一點音樂。上年就是錄舊腹肌，今年就是這個直播逼手。跟住如果你玩吉他的話，這個就可以插吉他啦，就是這樣啦。哇iPad 用的蘋果 iPhone Android 機啊，手機都可以錄音啊，不一定要用電腦的，跑幾個鐘頭，咁食大餐又食咗幾個鐘頭，我哋三日跑幾個鐘頭，哇！今日真係好充實，好滿足，就好似大家只係為咗我咁樣，係都為咗我，大家就係為咗我，所以好開心。屎照啦！唉，大家記得上年嘅時候，我都講到話，如果上年達成到100万里嘅話，我就會穿住婚紗跳笨豬陣。雖然過到一年之後都未達到，但我繼續努力緊，我係一個永不放棄嘅男人。我相信我同大家會一齊進步嘅。如果今年都可以100万里嘅話，三點式我喎，三點式加碼，三點式跳翻轉真 OK。今年我覺得我嘅生日真係好開心。雖然今年嘅生日我都仲未達到100万订阅，但係我仍然覺得大家對我不離不棄，一直 keep 住支持我。這個真係難能可貴，所以繼續努力，我係唔會放棄。My boy, love you! Subscribe!都爭啲起水泡咁滯，跟後屘夜晚咧，我就揾好多嘢塞住佢啦，塞脹佢對鞋啦。第日咧，對鞋鬆啲啦，先至好著啲。咧真係好鬼輕，慢慢帶住波咧，急速咁樣轉向，係即刻好似靈活咗。咁但係保護方面咧，我有啲擔心，即係即係 feel 到佢咧，好似冇安全感，靈活咗，但係保護性好似減低咗。中意扭向咁樣逼過人哋咧，呢對鞋咧就小心啲啦。即係佢偏向後踭啦，同埋前面腳掌嘅位咧幾大，但係對鞋我都好中意。多謝 Cam